华为 Mate 30系列炫出曝光，摄像头闪光灯组合为 X 排列。近日，关于华为 Mate 30系列手机的爆料消息不断的放出。昨日凌晨，又有人放出了华为 Mate 30系列的背部炫图，摄像头闪光灯组合为全新的排列方式。昨天凌晨，有微博网友曝光了华为 Mate 30系列的背部渲染图。从此次爆料的渲染图可以看到，华为 Mate 30系列的摄像头组合为全新的排列方式，不是常规的横向或竖向排列，也不是浴霸，摄像头和闪光灯组合像一个字母 X。 当然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，但摄像头确实为圆形，也与爆料相吻合。华为 Mate 30系列玻璃背板泄露，摄像头或摆脱浴霸造型，采用花洒设计。目前关于华为 Mate 30的信息还是比较少的。根据现有信息显示，华为 Mate 30系列将会采用麒麟985处理器，内置八龙5000 5G 基带。屏幕方面会采用90赫兹刷新率的 OLED 屏幕，后置摄像头支持50倍的数码变焦和5倍的光学变焦。不过官方并未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回应。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，华为 Mate 30系列将在今年的10月份或11月份发布。华为 Mate 30